当当，哎呀，当当，大家还能看到我是我已经理过发了是吧？我这头发呢已经被摧残过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。被谁摧残？被店长给摧残的，因为我觉得店长会让我心安一点，比较的我觉得有保障吧，就是他那个价位至少会让我心安，但并没有，结果就是这样。当然他剪的时候跟我讲的还是我觉得让我很心安的，于是我就很放心的把头交给了他，但是我发现最后剪完一吹干之后就这样，不过没有关系，不影响。言归正传，最近的那个主题就是跟太空有关嘛，一会儿呢就要去美术直播，在此之前呢看到了这个特别好看，我觉得这个特别好看，所以呢在这短短的时间呢我决定尝试一下搭出一个白色的。渐入佳境，七八，很快，直接开启加速，九，不见啊，他们就不再也不会去那里，应该不会怪我，没关系，我觉得人生就是要不断尝试，才可以拍出。非常一样的是吗？那我直接加快，第一个就是位置调整一下。OK， 预备开始。这个是第一个，这个是土星吗？它跟木星反正是有这个有点贴近的时刻。OK， 接下来让我们把这个行星环扣上。好了 OK， 这样就直接深敲啊。我们现在还在